不论是最新的飞行器机型，或是钓鱼的专用机型，防水、专属客制化专用，甚至是救援任务专用，全都交给新乐。新乐飞行，专属您的空中领域。欢迎收看东台湾点赞，我是节目主持人慧如，好久不见。那又到了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钟，都要同一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台东最近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大小事情。首先就来看到是在5月28号，台东县原住民嘎乌拉汉文教发展协会太原书屋也在桂田国际剧院举办了蜕变太原书屋的感恩音乐会，这也是协会的第一次举办。而更重要的呢，是给这些太原孩子们专属的第一次的国际正式舞台，也可以看到小朋友们在台上虽然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却很沉稳地敲打着手中的乐器，现在透过镜头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喜悦。5月28日的下午2点半，台东县原住民嘎乌拉汉文教发展协会太原书屋在桂田国际剧院举办蜕变太原书屋感恩音乐会，这也是协会第一次举办。更重要的是，这是专属太原孩子们的第一次国际正式舞台。可以看出孩子们在台上虽有些紧张，但他们还是很沉稳地敲打着手中的乐器。孩子们的乐器与是由财团法人工学社关系企业社会福利基金会，因在2年前看到孩子们的潜能，并开始赞助与表示教育不应只局限在课业成绩表现，应朝向多元教育发展，所以在每2周的周日给太原书屋的孩子上一整天的课，他们也从中感受到音乐的快乐。这些
些学生非常的辛苦，每个礼拜骑着摩托车到太原去教孩子，然后再回来，无怨无悔，持续没有间断。那除了太原书以外呢，台东大学音乐系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音乐系的学生不应该只是关在琴房练习，他必须踏出来跟社区、跟学校、跟在地的民众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五年来我们音乐系风雨无阻的每个礼拜将爱送到医院，有送爱医院新的这个爱心系的演出，每个礼拜在蜀东医院、在马街医院持续了五年。那此外呢，我们协助了学校的偏远的下乡去演出。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就是说能够看到刚刚介绍的这些老师们呢，是系上的同学。那在场的各位贤达，如果你们有需要，只要你们一声吩咐，音乐系一定付出我们应该尽的力量啊。那以上呢，我在此感谢太原书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学生一个学以致用的机会，也感谢台东县的县长对台东大学非常的支持，更感谢我们曾校长对音乐系的支持。谢谢各位，预祝今天音乐会成功，谢谢。音乐带动孩子们学习的动力，也培养出团队间的默契，并更知道要珍惜与感恩。东台湾新闻网高嘉慧台东市的采访报道。是社团法人台东县弱势者关怀协会，在日前也邀请到台东县体育会高智耳球委员会的主委刘新华先生来教长辈们如何玩高智耳球。当天呢，每位长辈都很开心的在玩，而且都觉得高智耳球是一个非常简单容易懂的球类活动。社团法人台东县弱势者关怀协会在日前邀请到台东县体育会高智耳球委员会主委刘新华，教长辈们如何玩高智耳球。当天每位长辈都玩得很开心，并觉得高智耳球是个简单易懂的球类活动。高智耳球是那个一个菩提会，它从美国那边引进过来的，那在西部都已经推展了四五年了，现在应该是五六年了。那我们台东是这一两年才开始，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资讯比较落后，那菩提会刚好有一个因缘，我退休以后啊，他们希望能够在台东能够推展，然后我就来当他们的志工，就来协助他们来推展。然后但是你要找人很不容易，那我就应用这个关怀据点啊，来指导他们来打，对。啊，因为这个高智耳球对老人家是很适合的，那现在又我们台湾又趋近于这个高龄化的社会，那这老人很多都是在据点里面，目的就是要能够健康养生，那能够让他们懂出来，就是要提高他们对运动的兴趣。那这个球类运动，那高智耳球就是正好政府的这个方面，而且它不受场地的限制。那你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高智耳球，那是在室内的时候你就可以练习它的精准度，大家精准度练好以后，然后到比赛规则也晓得了，然后到可以到操场去练习比赛，然后这样大家晓得了，就可以就常常去晒晒太阳，去动一动等等。那但是我们在练高智耳球，不管任何一种运动，你只要偏向某一个边，那你就会造成自己的障碍。所以我们最好是要能够身体先放松，做一些暖身操是一定要去做的。然后你在练习的时候，左手右手都要练习，因为你有碰到有障碍物的时候，障碍物是不受影响的，那你打球的技术可以调整，那你就可以你右手打，有时候必要的时候是左手打，那你在比赛的时候你的精准度你就可以应用到，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所以老少省先赢。这项球类活动不仅不分年龄，而且也没有场地的限制，使在场的长辈们可以训练身体的协调之外，另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健康。东台湾新闻网范耀林、陈慧如、台马里乡的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是社团法人台东县失智者关怀协会，日前也举办了庆端午飘香粽的活动。而在当天的活动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有一群的妈妈们分工合作的来包肉粽哦，有的负责这个烹饪，有的负责将煮好的食材来包在这个粽叶里头。每位妈妈动作都非常的熟练，现在透过镜头一起来到现场来闻看看粽子的香气。社团法人台东县失智者关怀协会日前举办五月五庆端午飘香粽关怀联谊活动暨赠车典礼。当天活动中，一群妈妈们分工合作的包肉粽，有的负责烹饪，有的负责将煮好的食材装入粽叶里。每位妈妈动作都非常的熟练。每年都在这里，差不多这个时候办。这个端午节关怀失智者联谊活动，同时今天特别有意义的时候，把这个今年增加给本协会的这个赠车典礼，因为一年一年我们的服务的对象都一直在增加，所以不但是我们今天在场的，还有因为是失智者的关系，不能亲自来的这些的会有，我们今天会把粽子送到他们家里，因为我们的对象一年一年的增加，所以我们去年我记得是包4000斤粽子。当时今年要增加到5000元，这个就表示说我们的服务的对象一直在增加。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一直在感觉到怎么少一部车，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增加了，我们拍摄的几率增加，年年增加。这个时候，嘉伟哥代表的父亲张传张元回来到我们的协会里面。尤其去年哈，看到我们尼伯特当时我们的这个场馆呢，遭受这个台风的侵蚀哈，破损的非常严重。那么在各界的关心之下，我们在协会理事长带领之下，在这里我真的是很高兴，每年都会回来几趟。我看到这个整个协会的运作这样能够这个增长，所以在这里我特别代表县长，要跟我们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向你致上最深的敬意。当天5000粒的爱心肉粽之后也会分发到弱势的家庭与义卖。东台湾新闻网310郑慧茹台东市的采访报道。再来要把镜头转到就是绿岛了。在绿岛的老旧房子的墙面上啊，其实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海洋动物，这个也是街头艺人陈宏琪他所画的哦。他把绿岛的居民生活也呈现在墙面上，更希望呢来到这个绿岛的游客呢，不仅可以透过作品，也可以更了解绿岛的风情。在绿岛的老旧房子墙上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海洋动物，这是街头艺人陈宏琪所画。他把绿岛的居民生活呈现在墙上，不只是希望来这里玩的游客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并也是透过画更了解绿岛风情。绿岛乡代表林志宏也希望这些彩绘能带动当地的观光。我觉得绿岛这个地方呢，很适合一个彩绘村。比如来讲，像我们绿岛的一些文化，就是海底的鱼类啊，都蛮漂亮的，所以把这个一些旧房子给它彩绘起来，让旅客来到绿岛可以多一样的可以拍照啦，让绿岛呢多一个特色出来，这样，在议会有提出，所以呢，现在呢，我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因为我们绿岛，优秀的人才也是有在彩绘，所以呢，借这个20台的频道呢，也建议我们乡公所，编一些预算来把这个绿岛的一些旧房子来彩绘，也希望我们的。我们百姓啊，家里啊，很适合的，房子呢，可以来彩绘，把绿岛这个观光带起来，让各位旅客来到绿岛，才知道绿岛的文化在哪里。你好，我是绿岛街头艺人，那也是台东县的街头艺人。
那我叫陈宏奇哈，那也是希望各位来绿岛的时候能够去欣赏绿岛不同的美。那绿岛总共有三个村，南寮、中寮跟公馆村。那我希望借由在每个村不同的村落，然后呈现不同样貌。那我以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然后来诠释绿岛不同新的样貌，让各位旅客来绿岛的时候可以欣赏不同的彩绘村。那借由观光，不只是来绿岛浮潜，然后潜水，然后环岛。那在来绿岛的时候，虽然是在名产店，虽然是可以买到一些东西，可是在名产店外看到又是不同文化层次的样貌，带动观光的发展。那希望各位旅客来绿岛的时候可以看到全新的绿岛的样貌。好，谢谢。如果有来绿岛来玩的游客们，请记得放慢脚步哦，去欣赏街头艺人陈宏奇手画的绿岛乡的居民生活及海洋世界。东台湾新闻网温格绿岛乡的采访报道。继续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报道呢，是为了因应动保法零扑杀的政策，已经在今年的二月上路了。而台东县政府也预先争取了农委会的支持，投入总共有2000万元来推动新建动物收容中心新大楼。而这个新大楼不仅提供了流浪的狗狗猫猫们有一个更宽敞的空间，而且呢还盖了中大型犬的户外活动场所，并且设置了动保教育中心的视听教室，方便观念的宣导，也要强化饲主的责任心。不弃养、不放养，支持绝育。在台东动物收容中心的新大楼成立启用典礼上，县长黄建庭、议长饶庆麟等多位嘉宾共同宣誓。会中也有知本国小的同学制作了标语，未来也会在收容中心大楼里陈列。为了因应动保法零扑杀的政策在今年二月上路，台东县政府也争取了农委会的支持，投入总共有2000万元来推动新建动物收容中心新大楼。不仅可以提供流浪的狗狗猫猫有更宽敞的空间，特别盖了中大型犬户外活动场，还设置了动保教育中心的视听教室，方便观念宣导，来强化饲主的责任心。立法院在修订了104年修订的动保法啊，那么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条文啊，就是要落实零扑杀啊，就是有2年的落日条款，也就是说在今年的2月6号开始。过去我们如果收容超过12天，或者是状况不好的，我们大概就会进行人道处理。那么从这个修法以及到落日条款，现在时间到之后，就不能够再这样做了。那从今年的2月6号开始，基本上就不能够做任何的这个人道处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啊。那我们其实在修法之前，我们就开始预做准备了，包括当时把这一块地分割出来啊，然后去变更它的这个地目啊，然后把所有的行政程序都走完，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那剩下来的就是怎么样去争取到经费来进行这个建筑物的这个修建。我们也特别感谢农委会的支持，在这个案子里面这个补助了我们经费，然后加上我们县政府自己的配合款，我们总共投入了，光是硬体的部分就投入了2000万，这最关键的啊。所以我想今天这样的一个落成的启用，其实是我相信是对台东县的整个动物保护的这个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刚刚县长所说，我非常100%认同，这里不应该是流浪犬猫住的地方，这里是暂时让他们在这边安置之后，我们就希望帮他找到一个新家。那之前我们好多的在这个新的所完成之前，其实吴所长承受很多的压力，
旧的收容中心，大家看到设备相当简陋，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对于领养不弃养、牵养不放养的这个观念都还没有完全的时候，其实他承受非常多的压力，大家都在骂他，然后团队都说怎么给动物这么不好的环境。那问题是我们只有这样的环境，所以这样的辛苦接受了这样子的责难好久。那也感谢中央现在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新的收容中心，那领养的整个一个那个叫成数是吗？9×8也都已经这么高了。在近年来，动物防疫所推出了领养犬猫免费绝育、晶片植入的优惠，还有免费到府再孕绝育，以及训练流浪犬为警戒犬等等做法。新的收容中心成立，最主要是说，除了量能的一个扩张，收容的量能扩张之外，最重要就是说生命教育。其实生命教育这块是最重要的。一般我有去许多国小去做一些生命教育宣导，许多学生都不知道什么是动保法，把狗丢了不养了，会有罚款的问题，会有处罚的问题，他们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是我们最想要做的地方，因为现在今年的这个2月620扑杀之后，狗进了就是不能，送我12天就是不能扑杀，量就会有增多的状况。那唯一的控制就是生命教育，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饲养观念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建立这个新的收容中心的话，就是，饲养教室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就是，大概每个礼拜，我们开放5个小时，跟我们国这个县内的一个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甚至我们大学都可以去，那他们来那边上课，顺便来看狗狗，做一些生命教育的宣导。让领养率在4年内从9%提高到去年的98%，绝育犬猫数也从不满500只增加到近2300只，成效惊人，屡获肯定。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努力，达到不弃养、不放养，一起支持绝育，让台东朝动物的友善城市再进一步。东台湾新闻网记者方林正惠在台东市的。再来提供给大家一则活动好康，位在台东市区的和平街上的飞行船 SK2 化妆品名店，现在继续推出了超杀优惠，部分的商品呢都有买一送一的活动，要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虽然刚过母亲节，但是位在台东市区的和平街上飞行船 SK2 化妆品名店继续推出超杀优惠，现在针对特定商品有买一送一的活动。SK2 的爱用者，还有未使用 SK2 的朋友们，飞行船距母亲节之后续办的优惠活动仅此一档，要买要快哦！专柜找不到的独家优惠，请到和平街飞行船 SK2 专柜，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也就是买一送一的活动。买一送一的活动即日起到5月31号 SK2 新会员招募，购买青春路体验组生日当月再送一组75墨的青春路，这个活动呢到6月30号。如果想要继续把握超杀的折扣优惠，现在不赶快行动还要等什么时候呢？错过不在，今年这一档没有跟上，可能就会超后悔的哦。东台湾新闻网记者方琳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好的，这就是本集的东台湾点赞，也希望大家同一时间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与大家在同一时间来相会，也希望大家持续来锁定东台湾点赞，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不论是最新的飞行器机型，或是钓鱼的专用机型，防水、专属客制化专用，甚至是救援任务专用，全都交给新乐。新乐飞行，专属您的空中领域。